和平精英即将上线，两种新功能在6月9号天府就会公测。那么这期提前给大家爆料，即将上线的两种动作系统：一、紧急救人功能，面对被击倒的队友会多出一个背负的选项，点击后就会背起被击倒的队友跑路。对，你没有看错。那么玩家可能会问，能不能背敌人呢？我偷偷告诉你，当然可以。不得不说，你这个想法确实很贱，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一旦扔水里会让他游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即将上线的第二种动作就是倒地后还可以在水里游泳。你看这姿势，捂着伤口逃跑，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会在水里直接被淘汰了。想提前体验的玩家，记得在6月9号上体验服。